时就是感觉就感觉到达了我们祖国的那个移动的土地上一样，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已经感觉已经回到了家，看见这面国旗就感觉已经回到了家的感觉。Especially thanks to China. Yeah, that's wonderful. It's a hard time, and then getting out of the country, like you know, it feel like you are very safe with them, and then they bring you to the safe location. That's very nice.经历了有大概三天的时间了，整个行，对我们来说确实也是不容易，非常感激中国驻苏丹使馆，感激中国驻沙特使馆对我们全程的帮助和周到的安排。很激动，很激动，尤其是我们分别从不同的地方汇集到使馆的旁边，组织大家上大巴车往苏丹港撤离的时候，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激动。尽管我们在这个使馆旁边还能听到远处的枪炮声，但是那一刻所有的同胞在一起就没有一种紧张和害怕的感觉了。